原谅我，进入今天的日子，跟我来吧。 我受党组织委托，领你宣誓。保守党的秘密。百折不挠不叛党。为共产主义而奋斗，宣誓人白灵，欢迎你，白灵同志。请党放心，白灵只会为同志赴死，绝不会带领警察来抓捕同志。你知道吗？刚才我也想起。 我入党宣誓时的情景了。赵鹏哥，你宣誓的时候是啥样啊？那时候宣誓还是公开宣誓呢。我们一起宣誓的是九个人，现在加上我，只剩下三个。三个被大哥杀了。 两个随大哥走了，还有一个经商去了，而且发了财。那他们没有供出你吗？他们首先供出的就是我，也就是我命大罢了。大哥这回翻脸，小兄弟血流成河，全国一片血腥气。唯独我们这座古城，弄得干净。 不声不响，不设脚架。中世纪的野蛮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的勇敢和机智，我们的十多个同志已经成功转移了。那布丁跟我接头的那同志呢？也转移了吗？就在接头的那个晚上。 他也被天降了，他用生命发出了最后一次信息。我们的同志把他打捞起来，偷偷运到城外，掩埋了。你是我第一个对接的人，我永远不会忘了你。回去以后，踏实学习。 没有特殊的任务，我不会找你。你现在是一名共产党员了，要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。环境越来越残酷，不要随意辩论，更不要愤怒。记住了，只有一个人靠理性活着的时候，才是最强大的。
想什么呢？小时候，姑父给我讲的白鹿，在原上的白鹿，我觉得共产主义就是这只白鹿。旅长，我没完成任务，愿意接受处罚。见着你媳妇了。 见着你媳妇了，见着你媳妇就完成任务了，那会儿土匪不来正好，我局里人不想顺风倒的抢夺草，我也觉得他们不可靠，就那个土匪头子，他说有人要花大价钱买你人头来，他们还说啥？他们还说大哥要憋着弄咱们来，提醒咱小心点。嘿，黑娃，你知道咱们为啥从这里转移到渭水去？再不走啊，咱就被人家瓮中捉鳖了。 谁？是我，你答。答，我托你办的事儿，咋个像？ 这咋啥看不见呢？这，哦，达还没来过，这是个这啊？达，那事儿到底咋个像？ 办成了吗？全说妥了。呀，可就是有句话，达不敢跟你说嘛。你女人家嘴不严，万一传出去，不光是你跟黑娃完蛋，你打我也得倒灶嘛。 你放心说，我又不是个鼻嘴子娃娃，连个轻重都掂不来。话要紧得很，这随便一说，怕不保险吗？达，你不相信我咋办嘞？要不，我给您赌个重。 赌咒能顶啥用呢？这话得睡下说呢。打。这会儿别叫打。 分账。
哎呀，黑娃，刚见了媳妇儿又想了。旅长，还没问你家住哪儿呢，你咋也不回家看看呀？我家比你家还近呢。我是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啊。 事儿没办妥，你哄着我睡觉。你吵什么呢？让人都听见是不是？就你这还独处呢，还？就把话说完嘛！来来来来，来嘛！你听我把话跟你说完嘛！来嘛！你跟我说完这事，我就找了田福祥，田福祥也答应了。 这两天还到县上找了岳维山，他说岳维山倒也没说啥，说只要黑娃回来，把村认下，哎，这事就过去了。不让黑娃回来是我的主意，不信就听田福祥的，你把黑娃叫回来，你试试看。黑娃为啥不能回来？这是咋嘞？哎呀，你们女人家看事就是看眼前这一步。 那你卖料子就磨正面了，就正面光滑了，那背面是草子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懂啥嘛你？这木头光滑，这是屁股蹭下的，你信他那？我就问你，万一黑娃回来了，这是田福贤下的一套，黑娃人一回来，摁下了，你咋办？ 说我跟福贤这关系，这话就不该说。再说黑娃咋对的吧？那把我都弄成啥了？在戏台上，我不应该跟福贤一块争狗日的，不行吗？咱这人心软吗？在家上你上保障所衣柜一哭，哎，黑娃要是不回来，我这日子可咋过呀？ 该咋过咋过吧，咱呀把你往后十步的道都给你铺好了。你呢，只要能见着黑娃，你就跟他说，让他熬住、忍住，哪怕逛一逛呢，等势头过去再说呢。你说不好哪天，万一田福贤狗日的调走了，事情不就过去了？对吧？ 谁？我白玲儿。
大白天的干啥呀？拉着窗帘。没事没事，来过来，看见没？这是琴键，是禁书，千万不要说出去啊。 这是几年前的呀，确实是几年前的，但是这个早就停办了，创办这个杂志的都已经被枪毙了。谁？陆兆鹏。啊？嘘，小声一点。谁啊？陆兆鹏。哦，知道了吧？ 好，来，我给你找他的文章，特别好。旅长，你说我们这些天一直这么走啊走啊的。 这啥时候是个头啊？我做梦都想有个落脚处，可大哥不给呀。我走以后啊，你别轻易来这儿。有什么情况，老韩会去找你的。你啥时候能回来啊？ 怕死吗？我不怕。我怕。其实我心里边挺害怕的，这话我跟谁都没说过，包括我弟。但你知道比死更可怕的是什么吗？ 就是你心爱的人走了，你还孤孤单单的活着。赵峰哥，你得活着回来，我不要孤零零的活着。不，谁跟你说要去打仗了？你就是去打仗，你骗我，你必须保证。 就是怕你走了，我找不到组织。瞎说，不还有老韩的吗？是。 哎，啥呀啥呀啥呀！嗯，呀，忙得很吧，家全，这咋又开会呢？没事就把人招到一块开啥会？啊？昨晚上又去白鹿餐来？那咋？那我又没耍，那跟田福强汇报工作嘛？那咋？之后赵柱、三娃子、三喇叭也跟着进去了，他们也是去汇报工作。 你狗是跟谁说话的？这是啊，家俊，管不管你儿了？这是啊，这没大没小跟谁说话的？这是。达，我达是看在田总相约在里头，才没带人进去抄。祖法是啥？祖法是天。
狗日的算计我呢，是不是？哎，小文，你要干啥嘛？你说你哥要干啥嘛？你还要抽我呢，是不是？我不敢抽你，你是相约，只是劝你别坏了咱组里的风气。你不抽我是吧？你不抽我，抽你狗日的！来，打，冲这儿打！你违了规矩，宗法还在祖宗的面前撒泼，到底谁目无尊长了？ 干啥？打！给小文赔不是来，没大没小，都算了吧，没事儿。 达，您在吗？谁？达，我来给你赔礼来。老达狠狠地把我骂了一遍。骂你个啥嘛？老达骂我当众羞辱长辈，骂我不识场合。 那你达就没骂你半夜跟着我呢？那是，让大派还巡夜来。让你巡夜你就跟着我呢？哎，你看见我上哪儿了吗？你看见我上哪儿了吗？大概就跟了你一回，就见你进白鹿仓了。你说的这是实话呢？ 达想掏出个啥？夜里还有别人跟着你？哎，是这啊，小文，回去跟你达说，我咋会生你气呢嘛？这缠着谁跟谁呢嘛？是吧？啊，田福贤那儿以后我也少去，就吧，大哥先走了。哎，小文，回去告诉你达。 我为啥要害你们爷俩呢？那都是田福贤的坏主意嘛，是不是？啊，去吧。不像。 司令长，就，陆家，最近可精神了。你狗日的啥意思？啥叫精神？你话里有话吗你？你啥意思？你说嘛。没说啥嘛，就说你精神了嘛。 哎，养你！哎，说谁呢？说谁呢？没说你，装，跟我装，把俩狗日轰出原上，信不信？ 真没说，他跟我说的李寡妇的事没说你呀、啊？是，就说李寡妇的事儿了，敢说？真没说。
哎，哦，他还说啥呢？他就一个劲的问我还跟他去哪了。行了，休息去吧。哎，妈，哎，那小文又咋了？ 有人把自己架在火上烤，快烤糊了。谁疼谁知道呢？哎，那真烫呢！注意一臂，注意一臂！守这儿的，心够猛的。伟娃，怕不怕？ 队长，咱这仗一定能打赢。就算现在有多少兵力从四面八方往这赶吧，五倍于咱们。队长，五倍，咱们是共产党的部队，就算十倍也跟他们干了。 谁？我呀，小娥。你是谁？我是你男人呐！开门，赶紧开！快！是你。小娥的头发黑又黑，小娥的脸蛋白白，我把小娥抢一眼。 抓着了，是狗蛋。词也是他编的。狗蛋，他编的词儿，你们都信呢？哎，咋了？抓着了。人呢？
鸭祠堂里，都鸭祠堂了。鸭了狗蛋一个，天一黑把你窑里让我们抓住了。我啥也没干。放手！放手！你得救我！是他勾搭你，让你进他窑的。 还是你自己摸到人窑里去的？是他勾搭我的，把人带来。 昨晚多亏了你，吓死我了！走，走，干啥？走，这是咋了？走，你们抓我干啥呀？走，抓我干啥呀？为啥要抓我？ 走啊！全村人可都去了，我不去，我要做饭呢。走，看热闹去。那热闹有个啥好看的呀？真的？嗯，你给一边走，他被他给打死呀！我呸！谁让他是个狐狸精呢？全村人可都去啊！ 你不去，我去。妈，哎，你能这身体，还去凑这热闹干啥呀？我打不动他，我要吐他几口！呸呸呸！看着狐狸精咋个显原形？走。为啥要抓我？我啥亏心事儿都没做。 是他硬闯我的门，为啥要抓我？为啥？走，让开！为啥要抓我？走，让开！你这个小贱货！你这个小贱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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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这
这是咋说的？变形！成年族人，每人一鞭。对此二人执行鞭刑，凡成年族人，每人一鞭。 小雪，这还动这么重的刑呢？你是相约，你说呢？你是族长吗？听你的。 请假吧，司令，你来开刑了。你是族长吗？你先来。
你都睡了，我又没睡，为什么打我？狗日的！你恨秋死我了是不是？抓你时候咋没砸死你狗日的？子林早已发现了狗蛋的不轨，事先与我商量，这才派人收拾他。狗蛋记恨在心，反咬一口，加打四十。我上你干！白鹿仓还有事，我先回。天。
种有灾。